爱的暗号，只因我一对天眼始终大路，心思精细总有分数，多苦恼冤案总可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却步，只需要根据感觉他的引导，机警的我总有一套，问谁买力实力我仍最好，逐步构思我分析圈中哪个可以，然而纵使身体此刻透支，来望我知穿梭空间太过容易，让你知我还是追根究底，一生侦缉到底，绝对机警侦探出位，凭我事实上怀有权利，追根究底，始终侦缉到底，撞破艰险的计中计，凭我解开紫荆的这个谜。早就起来了，怎么不多睡会儿？睡不着，就早点起来了。还想昨晚做的那个梦呢？我想可能是你听苏碧算出我们有个大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我看没有这么简单。我在梦里的感觉很真实，我看见的那个不是苏碧，是小姨。就算是，也不代表他说的是真的吗？但是如果小姨说的那个诅咒是真的，那怎么办呀？这种事信则有，不信则无，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了。艾希正在这封信的字迹下面找到汉迹。不错，汉迹是写完这封信之前留下的。早就觉得这封信有问题，果然没猜错。早不说，马后炮。喂，也就是说这封信是甘志峰亲手写的了？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但是他这么做又有什么目的呢？目的是让我们相信甘志峰也是受害者之一。不过看来他跟这个案子真的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何山证实在案发的时候甘志峰在他家里啊。大家不要忘了，何山在案发时曾经一度睡着了。如果甘志峰想杀人，他只要趁何山睡觉的时候出去杀人不就行了？还有啊，那个何山这么喜欢甘志峰，帮他撒谎有什么好奇怪的？有好消息，我们那天发出的问卷有新线索。在案发当晚，有人看见带 FM 车牌的车停在案发现场附近。我也查过了，甘志峰名下的确有一辆带 FM 车牌的小轿车。那这么说，也就是说甘志峰真有可能趁何山睡觉的时候驾驶预先停在何山家附近带 FM 车牌的车去案发现场杀死申丹。哦，那我们找到这辆带 FM 车牌的车就可以破案了。但可惜甘志峰的车已经报销了。哎，废话。不过就算甘志峰到了现场，他没有船的话就要游泳游出去才能杀沈丹。但是据资料显示，甘志峰是有恐水症的。据说甘志峰小时候曾经遇到一次沉船意外，他差点淹死，从此以后他就很怕水，连渡海小轮也不敢搭。啊，他怕水怕成这样，怎么游出海杀人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哎，二三，听说山姐保释出来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啊？有什么怎么样啊？甘先生已经暂时停他职了，如果将来查明真是他做的，他可能坐牢啊。你们两个现在没事干？不是，专心做事吧。一会儿出外景，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哦。哎，那他行。哎，甘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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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啊，我看公司没什么事做，就过来看看你们拍戏。哦，好好啊。喂，你真的想把他推下水，然后试试他会不会游泳啊？于是他教我们查案呢，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这个非常时期，当然用非常的手段。高 Sir， 我们已经跟了邢贝贝几天了，一点线索都没有，会不会？放心，我今天有预感，一定会有发现。打醒十二分精神，千万不要放松。喂，如果他真的不会游泳的话，岂不是会闹出人命？你放心吧，我有救生员牌照，保证他没事。我终于等到你了 ，Action！ 还不抓到你，你干什么？是你，你，啊，我，啊，喂，快救甘先生啊！救命啊！
他好像真的不会游泳。救命啊！你还说，快点去救人呐！救命啊！啊啊！你别动啊！喂，甘先生，你怎么样？好点没有啊？我没什么，跟大家说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出外景了，现在准备拍街景，那我不妨碍你了，你休息吧。我知道了，你专心做事吧，拜拜。你又来干什么？你一点用都没有，被水淹过去一辈子怕水，你不害羞我也替你害羞。你这次又想怎么样？你看看你，为了那种女生把自己弄成这样，既然你舍不得放弃，我就帮帮你吧。我要让这个邢佩佩永远在你面前消失。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你能阻止我吗？是你逼我这么做的，是你害死她的。喂，不要回来啊！不要伤害佩佩。喂，哎，这个导演真麻烦，拍一首歌要换十几个外景，想累死人呢。连某某口都没吭声，你发什么牢骚？快走吧。Natasha， 甘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应该在家休息吗？我没事，佩佩呢？导演说这儿不合适，他跟佩佩去酒吧拍了。好啊 ，OK， 谢谢啊。人呢？你说佩佩来这里拍 MV？ 那个导演呢？他临时改变主意，取消外景，现在收工了。那佩佩现在在哪？他回家了。甘先生，别叫我甘先生，你叫我志峰。我想再打一会儿球。啊，志峰。其实我真的觉得呢，志峰这个名字呢是挺特别的。哇，甘先生，不是志峰，你的酒量也不错啊。不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觉得你今天晚上好像有点不一样了。那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志峰，你这么好条件就当然好了。我想呢，平时一定有很多女生抢着做你的女朋友吧？我没有女朋友。我觉得女人亲近男人呢，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那种……那就是这样的，也有例外的。我呢，我做事呢，我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兴趣的，真的真的。你跟他们是有点不一样。战士帮，你太不像话了！你竟敢私下跟高材生打赌，这次差点闹出人命，你知道吗 ？Sorry, sir。其实呢，战士帮也是想找出真相，而且呢，这次甘志峰掉下水也是全靠战士帮把他救上来的。算了，好了，我求求你了，你给他一次机会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战士帮，你这就不对了，怎么能把私人恩怨和公事混为一谈呢？那战士帮这次也算是将功补过，罗 sir， 你就原谅他一次吧。这次算你走运，这么多人帮你求情，那幸好是高材生把甘志峰推下水的，就算追究起来也是重案组自己背黑锅。战士帮，还不快谢谢罗 sir 开恩。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哎呀，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了，我收到消息，鼎爷已经叫重案组那些人呢不要再来碍手碍脚了。经过这件事，起码也证实了甘志峰他真不会游泳，也就是说他不可能下水杀死沈丹了。家俊从英国寄回来的资料也证实了，甘志峰呢的确曾经发生过一宗沉船意外，之后他还看了几年心理医生。那如果甘志峰不是杀死沈丹的真正凶手，又怎么解释他留在信上的 DNA 呢？ DNA 如果不是甘志峰留下的，那现在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侦探漫画和推理小说经常都会出现的同卵子双胞胎。同卵子双胞胎，由于同卵子双胞胎从里到外，甚至于声纹以至 DNA 都一模一样，很多侦探小说都会用同卵子双胞胎来布设迷局犯案，弄得侦探很头疼。但我们没有甘志峰孪生兄弟的资料。好，既然有这个可能，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深入调查，我就不信查不出结果。
但是这段时间佩佩还是会有危险的。嘿嘿，你放心吧，保护佩佩这么神圣的任务，当然要交给我们的小一哥了。佩佩，你做完访问了？干什么？来给我这个十三姨请安呐？不是，是于 Sir 和 Madam 叫我来保护你的。哦，原来是为了公事。不过你放心吧，我很安全，不需要你保护。不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你要履行职责吗？好，我现在有点渴了，你帮我去 canteen 买杯柠檬茶，不过要少糖、少冰、少柠檬。你连十三姨我的话都不听啊？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姐姐，让她叫你履行职责啊？那倒不用。你想喝柠檬茶？好，我帮你买。不过呢，你不要走开啊，你在这等我啊。傻子才等你。甘先生。哦，我听眼的他雪说你要回摄影室拍海报，我送你去。好啊，谢谢甘先生。喂。喂，佩佩啊，我不是叫你在这等我吗？你去哪儿了？现在有人保护我，还送我回摄影室拍海报，不用你履行职责了，就这样，拜拜。佩佩，喂，喂，等等，就当那个甘志峰是无辜的，他的孪生兄弟才是杀人凶手，但是他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他兄弟也是甘志峰的样子，我们怎么分得出来啊？外表分不出来而已。就算是孪生兄弟，他们的指纹也不一样。谁能开启这个指纹识别系统的门锁，那他就是真正的甘志峰。哎，于 Sir， 你们来了。我们刚到。我一接了电话就马上赶回来了。你们进去坐。好。喝杯咖啡。谢谢甘先生。哎呀！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撒撒，我真不小心。啊，对了，于 Sir， 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我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孪生兄弟。啊，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希望你别怪我们多事啊。我没有兄弟姐妹。你这么肯定？如果我父母要骗我的话，我也没办法。不好意思，甘先生，打搅你这么久。别客气。戏在后头。哎，嫂姨。哎，正义。就你一个人？佩佩去哪儿了？我也在等他，真可恶，晚了一个小时都没到，打他电话又没人听，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可能啊，刚才我去电视台接他，谁知道他把我给甩了，跟着通电话，他跟我说回来这里拍海报，不可能还没到啊。嫂姐，我打电话去问了电视台那边，他们说保安看见佩佩让甘先生接走了。哦，好啊，谢谢啊。嗯，让甘先生接走了。如果佩佩让甘先生接走了，应该早就回来了才对啊。难道他们去兜个风再回来？这都怪你啊，叫你看着佩佩嘛，你不放在心上。你要追到佩佩呀，志峰就是我的了。谁是志峰啊？志峰就是甘志峰，甘先生。嫂姨啊，
你说你跟甘志峰，我老实跟你说吧，我昨天跟他玩得很开心，你不知道啊，他下了班之后呢，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哇，又 man 又 nice， 他还叫我打桌球呢。呵呵，老姨啊，你说的不是真的吧？什么？我这个样子像说谎吗？幸好我拍了下来，给你看看。哇，看看，是不是很帅呀？很 man 呢、啊？拜托你啦，求求你尽快，感激不尽呢、啊。不用费唇舌了，照规矩，最快要24小时之内有结果。艾希姐姐，别玩我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个笑话，让你笑。哎，千万不要！但我怕你了，你们等一会儿。Thank you。喂，你偷甘志芳的调羹，就是特地来找艾希帮你核对指纹啊？当年沈丹这个案子，甘志峰有份协助调查，应该有他的指纹记录。哎呀，这个艾希姐姐平时笑都不笑，你看她的娃娃全都是笑口常开的。哎呀，你别动人家的东西啦！说回这个案子，你为什么要核对甘志峰的指纹呢？难道你怀疑刚才那个不是真的甘志峰？你没留意到吗？甘志峰虽然通过那个指纹识别系统，但是他用的是左手。而我们认识的甘志峰，他一直是用右手的。有什么好奇怪的？偶尔换换手嘛。我刚才故意打翻杯子的时候呢，他也是用左手帮我接的。一般的情况下，及时反应是很难装出来的。那你也就是怀疑刚才那个不是真正的甘志峰，是他的孪生兄弟。不管是不是真的，等艾希的化验报告出来就知道了。哦，难怪刚才那么急着找小凤姐，叫她盯着甘志峰呢。啊，我老婆真是越来越聪明了。亲一下。Sorry， 打扰你们了。是不是你多讨厌？这么快就有结果了？我对比过你们带来的那个调羹上的指纹，证实是属于甘志峰的。哦，不管怎么样，起码知道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喂，是，正义啊，你说什么？佩佩失踪了？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不过 style 完全不同。你们看没看见，他戴着那两条项链？应该是甘志峰送给庄秀慧和沈丹的那两条。撒姨居然遇上甘志峰的孪生兄弟，幸好撒姨没事。既然两个死者的星座项链都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他是杀人凶手的可能性不就更大了？这都怪我不好，我应该啊贴身照顾佩佩的嘛。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放心吧，暂时联络不到佩佩，他不一定会出事的。如果佩佩真被甘志峰的孪生兄弟抓走，那在甘志峰身上应该能找到线索。那倒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奇怪，小凤姐怎么不接电话？难道小凤姐也出事了？小凤姐，你怎么样？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问你才对啊！我叫你盯着甘志峰，你怎么在他家晕倒了？我想起来了，我照于四儿你吩咐在外边监视他，哪知道不小心被他发现了。麻烦死你特地来保护我，哪好意思。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责任。你站那么久一定很渴了，来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喝的。好，谢谢。谢四儿，喝果汁。谢谢。你不是吧？看见一杯番茄汁就晕倒了？我想就算谢 Sir 知道这杯是番茄汁也没有用，因为我发现这杯番茄汁有人下了迷药。啊！你们过来看看。我跟鉴证科资料库连线后，找到甘志峰的指纹做了快速对比，结果发现跟杯子上的指纹完全吻合。那也就是说，以前所有的事都是甘志峰自己编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他跟他孪生兄弟狼狈为奸？喂，哦，家俊呀，哦 ，OK， 谢谢你啊。家俊说什么？家俊说他查过甘志峰在英国出生的那间医院，甘志峰根本就没有孪生兄弟。啊，那跟撒姨喝酒打球的甘志峰是谁啊？如果他没有孪生兄弟，我们之前找到的 DNA。不就是他本人的？
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事都是甘志峰自己做的，包括杀死沈丹、解恐吓信，连佩佩也是他抓走的。不可能，詹世邦明明试过他，他不会游泳啊，他怎么能下水杀死沈丹呢？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在心理学上，一般都可以分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不同的层次。况且甘志峰很有可能不是一般人，层次当然就更复杂了。啊，那你是说甘志峰是超人呐？你是说甘志峰有多重人格？不同人格，他的思想、行为、生活习惯、说话的语言、口音，跟他本身的本我性格都可以完全不同。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封恐吓信字迹下面能找到甘志峰的 DNA， 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甘志峰不会游泳也可以下水杀人。哎呀，我真笨呢，凶手就在面前也让他跑了。如果凶手曾在这里逗留的话，他一定会有线索留下来的。我们找一找，可能有重要线索。 Yes sir。什么事啊？有个开关。咦，好戏在后头。原来佩佩一直被那个坏蛋关在这里，我怎么这么傻，一点感觉也没有呢？不行，我不能让佩佩有事，我要去救他。喂，晶晶，晶晶，你冷静一点，什么线索都没有，你到哪儿去找他？那现在佩佩有事吗？难道我什么都不管吗？哎呀，这都怪我，我怎么不拉着他的？哎，怎么少了一张？我知道该去哪儿。我警告过你，叫你不要伤害甘之峰吗？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甘之峰他那么好，你们为什么都要伤害他？我告诉你，谁要伤害甘之峰，谁就要死。啊！你到底是谁？我认识的甘先生不是这样的。我是来保护他的，他在感情方面实在太没用，太懦弱了。不过你放心，你很快就看不见那个没用的甘志峰了。你说什么呢？到底我认识的那个甘先生去哪儿了？你现在才假装关心，晚不晚？走。我想了很久，考虑了很多地方，到底是垃圾堆填区好呢，还是废车场好？最后我选了这里，你看喜不喜欢？俊哥，你总叫我出拳，万一我的手被绑住了该怎么办啊？哎，手被人绑住了还有脚吗？不好，你放开我。庄秀慧这样，沈丹也这样，你还是这样，一个个都该死。庄秀慧和沈丹都是你杀的，你真是杀人凶手。你知不知道甘志峰有多喜欢庄秀慧？他一直都在支持庄秀慧，寸步不离。谁知道这个女人稍微红了一点，就嫌他穷，嫌他碍手碍脚，要跟他分手。你知不知道甘志峰那个时候真的很伤心？你就因为这样把她推下山？那个女人那么喜欢往上爬吗？我就让她知道什么叫爬得越高摔得越疼，
你为什么杀了沈丹呢？我想不到他回香港开了梦工程之后，居然爱上那个沈丹，还说要跟他结婚。这个女人接近他，为什么？不也跟庄修慧一样？该死！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是就是，反正沈丹一定要死。所以你就利用珊姐啊？这个女人呢，以为我喜欢她吗？那我就顺顺她的意喽。我趁何山没注意，在他那杯酒里下了安眠药。所有的人都以为甘志峰怕水，没人能想到，原来我不止不怕水，潜水还很棒。你真冷血！沈丹他没有做错事，你为什么要杀他？要怪就怪他心软吗？那我呢？我没有伤害过甘先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所有接近他的女人都要死，你也不例外。你什么事？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让你伤害佩佩的。别这么傻了，他利用完你之后就把你脚踢开，为这种女人卖命值得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真爱。爱一个人是要他幸福，我绝对不会介意自己受过什么伤害。不像你什么都斤斤计较，你根本就不懂怎么爱一个人。我斤斤计较？我不懂怎么爱人？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人，其实伤害人最深的就是你。是你杀光甘志峰身边的女人，伤害他最深的是你自己。你胡说，我每件事都是为他着想，我什么时候伤害过他？甘志峰其实想追求一段真挚的爱情，在他事业最好的时候，他认识了他最爱的人沈丹，可是因为你的嫉妒心，你杀了他。他不止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人，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刑事的责任。你胡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你不知道。你不信可以问问其他人，我帮你问问。晶晶，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了，就他不知道吗？佩佩，你知道吗？我当然早就知道了。正义，你知道吗？我当然明白了。都明白，就我不明白。佩佩，振宇哥，耶！二当，这次不止破案，还赢了重案组那帮人。罗 Sir，那我们很快就升为常规部门了，顺理成章，理所当然。那个高材生整天耀武扬威，这次我们赢了。哎，神气什么？说的好像是你破的案，其实这次功劳最大的是朗哥跟 Madam 们。是啊，没错。所以以后呢，一定要向 Madam 行和 Yusen 你多多学习呢。哎呀，你们别这么说，这次破案真的是大家的功劳。是啊，正义也有份。其实呢，我最佩服 Yusen 啊，他看穿了甘志峰啊人格分裂，不愧是我们 DIE 的古灵精探。要不然呢，我们会一直让他骗下去啊。严格来说，甘志峰他没骗我们，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人格分裂。当他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他的另一个人格就会走出来保护他自己了。照这么说，两次杀人的都是甘志峰分裂出来的另一个人格，那将来开审的时候他会是谁呢？留给陪审员他们头痛吧。不过我真想不到啊，于所你居然连这也知道啊。别老说我，你们当时不在现场，你们知不知道正义啊，他对佩佩的那种真情表白，真是表的青筋。是啊是啊，我起鸡皮疙瘩了。什么真情表白啊？那当时情况危急，我想拖时间。佩佩是我十三姨啊，你们不要胡说啊。咦，我有一个问题啊，张森的脸为什么这么红啊？脸红啊？那我刚才喝酒多喝了两口啊。这瓶酒还没开。
你带我来公展会呀、啊？佩佩啊，你不喜欢来公展会吗？不是，我听你说带我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以为是主题公园或是海马公园。我说了我不会哄女生啊。傻瓜，其实公展会也有很多好看的，很热闹。难道你带我这个十三姨去骑木马吗？我不是因为你是我十三姨，所以才带你来这里啊。那是因为什么？我也知道我老土，不过呢，公展会这里啊，是我小时候让我最开心的地方。那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来这里，这里呢真的有很多吃的，很多玩的，尤其是这里的麦芽糖饼干真的很好吃啊，我爸爸呢每次都给我买。我自己跟自己说，有朝一日呢，我一定会带我自己心爱的人来这里，让他感受一下这里的开心和幸福的感觉。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我知道我不浪漫，不过上次呢我救你的时候说的那番话全都是真的啊。我觉得爱一个人一定要让他幸福快乐。佩佩啊，不知道你会不会接受一个只会带你来公展会的人呢？有人说，麦芽糖就像爱情一样，把两块饼干粘得很牢，永远都不会分开。这么老土，谁说的？我说的。我知道老土，你不喜欢，那我自己吃。谁说我不吃啊？这么甜你也能吃？是不是真的？说了是真的了，我早就跟你说了，是你自己不知道吗，笨蛋！如果你不怕甜的话，我还有一个呢。喂，你吃不吃啊？吃啊，一起吃。去哪儿逛啊？带你去买糖啊。好。喂，苏碧大师，回来了。喂，出来吃饭啊。哎呀，闭关这么久，功力有没有大增啊？有车来了，上车吧。还说，喂，老婆催我了，改天再聊吧，拜。哎呀，怎么了？干什么哭啊？是不是不想回家？你不乖啊？怎么还不上车？哎呀，宝宝，你哭成这样，来，爸爸抱你上车啊！我看见真相容了，他刚才坐在车上开过去了。哼，真相容，他死了很久了，你眼花了吧？我没看错，他死了化成灰，我也认识他。难道他死了也要回来找我们报仇？阴阴阴。阳阴阳，这是易经的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你们这次挺麻烦的啊。那会怎么样？那这只卦呢，坤在上，离在下，坤就是地，离就代表太阳，现在太阳沉落地下，也就是说光明受到伤害，你们有可能会被小人所伤啊，这是个大劫，可能还会有血光之灾呢。那怎么办呢？能不能化解？办法是一定有啊，只是我还没想出来。不过呢，不用怕，我有我死去的老爸留给我的秘籍，他这么厉害，一定有方法帮你们趋吉避凶的。喂，他说的那个小人会不会是真相容？别吓自己了，真相容死了怎么会复活呢？但是我刚才亲眼看见他了，会不会他根本没死，有人做了他的替死鬼，他没有死啊。晶晶啊，我当初亲眼看见真相容的尸体，怎么会弄错呢？是啊是啊是啊。苏碧大师学艺不精，他半桶水嘛，他说的话你信五成都嫌多，不可信啊，没这么严重。苏碧好。哎，是啊，不过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有办法帮你们化解的。嗯，各位早。早。
走走。啊，不知道这次大老板召开这个特别会议为什么呢？你说会不会真要结束梦工厂啊？不会吧。佩佩啊，要不要喝咖啡啊？好啊，谢谢。这次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警方那边可能不会撤销起诉的。哪里啊，我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没什么大碍。不过我真想不到志峰他原来有这种病，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希望他可以快点康复。不过我也想过了，不管新老板是谁，我都会好好的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整天搞对抗。梦工程是志峰的心血，我不会让他失望。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梦工程一定越来越好。嗯，加油。嗯，郑先生，郑先生，坐坐。今天我有件事想跟大家说，是关于梦工程的。相信大家都知道，梦工程最近发生了很多让人不开心的事。我也知道大家有很多想法，正是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必定会尽力带领梦工程重上轨道。而我也已经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回来出任梦工程的新 CEO。爹地，舅舅，我给大家介绍，哎，他叫甄向华，也就是我们梦工程的新 CEO。Sean 呢，是我小儿子，他从小在英国定居，我很有信心，他会带领梦工程开创一个新纪元。嗯，大家好。那废话我就不说了，我知道最近呢公司发生很多事，但是我对梦工程和对你们仍然很有信心，希望大家对我也一样。我们作为一间娱乐公司，艺人就是我们的资产，那所以呢，每位经理人，你们以后呢就要好好看着你们旗下的艺人，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任何负面的新闻出现。申姐、撒姐，以后辛苦你们了。啊，我会的了，甄先生。对了，除此之外呢，我们之前的一些计划呢会继续进行，六、某某口，你们拍的新戏呢也会继续，而且还是我们公司今年重点的投资，你们两个不会让我失望啊、哦！放心吧。哦，我会努力的。Good， 稍后的日子呢，我会举办一个超级新星大赛，那我的目的呢就是发掘一些有潜质的新人，那我有个目标，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梦工程呢成为全香港 number one 的娱乐公司。爽真有本事，刚上任就这么多大计啊！那其实这个呢，不是我一个人的目标，我希望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因为梦工程呢不是我一个人的，是由大家各抒己见决定他走什么路。所以以后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呢，欢迎来找我，只要符合公司的利益，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谈谈加薪水的问题吧。那就看你的新戏成绩怎么样了。这么说，我那天看见的那个是甄向华？嗯，这不是水落石出了？你还以为那个甄向荣阴魂不散？其实我也问过甄氏的公关部门了，他们说这个甄向华呢一向住在英国，最近这两个月才回来，为人很低调。那最近甄氏的高级职员呢，才知道原来甄向荣有一个长得这么像他的弟弟。去。你那些资料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在英国20多年做过什么你知不知道？不知道的吧。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甄向荣假扮的？姐姐呀、啊、你别这么敏感行不行啊，甄向荣死的时候你还让人当成凶手，他怎么会没死呢？ OK OK， 我当他真是孪生弟弟，那他好好的回香港干什么？当然是帮他大哥报仇了。他们是孪生兄弟吗？他大哥那么坏，弟弟也不会好到哪儿去。那也不一定啊，晶晶啊，你没见过这个胜，他是跟甄向荣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他这个人真的跟他大哥有天壤之别呢。他有礼貌又幽默，不像他大哥那么坏、是啊，他很有决心重整梦工程，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你说的那种坏人。嗯，晶晶啊，你别一听到姓甄的就失去理性啊。什么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佩佩啊，啊，你还是赶快辞了梦工程那份工作吧。辞职？这怎么行啊？怎么不行？撒姨，你也是啊，快点辞掉别干了，甄家上上下下没一个好人。你这样
会不会太杞人忧天了呢？你不记得小姨那个梦了？我现在再一想，她可能托梦告诉你，想让你小心甄向华。嗯，佩佩，你听姐姐的话，这个险不能冒。东家不做做西家，没了命怎么办呢？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看她一定知道你是我的妹妹，会对你不利的。说真的，晶晶跟甄氏真的有很大的仇，那双的大哥也算是你间接害死的。我跟佩佩的身份也确实挺尴尬的。可能晶晶说得对，还是不要坐牢。你们俩要辞职？嗯嗯。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姐姐的意思？甄先生，你什么都知道啊。其实过去发生的事我也听闻过。我哥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他得到这样的结果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件事过去那么久了，你姐姐也不应该再放在心上。啊，甄先生，你明白就最好了。其实我们也很尴尬。说真的，我真的很希望你们俩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帮我一起做好梦工程。Sorry 啊，甄先生，我答应我姐姐了，我不想让她不开心，我也不想大家尴尬，希望你不要介意。我明白，家人最重要，但是你们记住，如果改变主意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梦工程随时欢迎你们。谢谢甄先生，那我们就不耽误甄先生了，我们先出去了。嗯。行了，我刚才一着急忘了拿了，现在拿了药膏了。喂，你不用过来了，你站在那儿抱着宝宝，我去找你。嗯，拜拜。始终大路，心思精细总有分数，多苦恼冤案总可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却步，只需要根据感觉他的引导，机警的我总有一套，问谁买力实力我仍最好，逐步构思我分析圈中哪个可以，然而纵使身体此刻透支，来望我知穿梭空间太过乐意，让你知我还是追根究底，一心侦缉到底，绝对机警侦探出位，凭我事实上怀有绝艺，追根究底，始终侦缉到底，撞破艰险的计中计，凭我解开紫荆。